哎，好，他给我一个暗黑骑士，很好。这什么妖术？这就是都市传说验证。哇，这个好多红的哦，这个好多红的哦。哇靠，它旁边是白色的，狙狙。啊，没钱啊！哎呀，差12万啊，没钱啊！我要来换钱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把那个全部换成。好，来开箱。好了，一样的，我们来抽一下吧。我们来抽一下。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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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！我只是要卖钱而已。Hello，杰夫耶！哎呦，碎了，中蓝啊！五官斗篷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呀，中了中了中了，爽，好爽好爽！340箱快开完了，真的都是钱呢。我操，这个是真的是金币箱啊！我刚是在开金币箱啊，真的。23，剩最后23个，有没有机会？有没有机会不要钱？但是我要蓝装啊啊！说了就中了，啊，才说就中了，中什么？哎，怎么没看到？哎，不要骗我，在哪里？这远征者皮鞋哇，说着就来了。住房留着好了，住房留着哦。好，我今天先不冲动了，我今天先不冲动。看，都弄出一个五官呢。哦，这里还有700多个试炼奖励箱呢。好了，把它弄一弄。看有没有蓝布？对啊，我也想知道有没有蓝布啊，他就不开给我啊。量子比较快，我们用量子，好吧？量子比较快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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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哇，好累啊！4张了，那不是4张蓝布啊，最好是来4张蓝布。哎，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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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碎啦，中了，耶嘿，中了。跳出来了，哦，各位，这个应该不会上电视啊，哈，中一张，中一张，万灵药，你抓万灵药，我身上好像，我这里都还没有用，纯白万能药都还没有做，从以前收集到现在都还没有做，我看一下可以做多少，2罐，然后一次要35。也太那个了吧，所以我们要来挑战制作一下咯。这个几率高吗？2罐哦，失败扣5罐，我们看一下可以让它扣到什么程度。一个来成功了吗？失败 shit， 可以再来2次。失败扣10罐就是没了，就是70罐。靠，好多啊，我刚才已经扣掉10罐去了，贵好贵啊！再来，这个制作成功率是怎么样呢？再来，失败成功，哎，所以中了，耶！还有3次机会吧。来喽，来 go， 我们再合成一次，看有没有机会再来出2罐，好不好？哎，碎啦，成功了！这样子运气算好吗？哇，糟糕了！等一下你们千万不要跟他讲，你们千万不要跟丁丁讲，我怕他晚上睡不着觉。